桌上满脸微笑，什么也不怕，他是赌神戴子郎，带记者独家闯荡土耳其赌场，揭开神秘面纱。车体馆赌场全因为徒弟二月赢了85000美金，大约台币250万，但赌场不愿支付，因为他们被指控这个招数违法。我们现在在这个场馆有写个加五，就表示说我们现在用了55注赌张。每一局用笔记录耗掉几张牌，他们等的是这张。他要算这个7张的时候，就这个，比如说那个动作叫做是一个彩虹的动作。其实我们整个牌呢，我们只有打一次。真正打大就一次，就是打了那一张牌，我们的目标牌啊，就把它叫做一卡百家乐。荷官切牌，从后方算出10张，再摊开，另一手握住剩下的牌，没遮好，可能就被看见。这张第406张被称作彩虹，前面几局都不重要，只下彩虹出现后，一局定胜负。这张牌是本身呢，是完全是赌场程序方面的关系呢露出来的。我们可以去下注的时候呢，是可以平均获利，可是平均获利不保证获利。7万美金呢，我们很高兴的收下来了。那4万多美金呢，我们也不给你啊、哦，所以这个东西呢是相当赖皮的。靠着自身踢馆，短短几小时先赢回台币10万元，但赌场赖账，就算报案，警方也不受理。戴子郎和徒弟现在找上律师要打官司，赌博靠运气，赌神靠实力，誓言要把应得的钱讨回来。赖账，赌场赖账。三选孟国华、徐兆伟、王玉竹，土耳其采访报道。赌神戴子郎牌桌上还没玩两把，马上就有3双眼睛盯着他。赌场经理才刚挂完电话，立刻过来赶人。原来他收到上头讯息，戴子郎是黑名单，不能下注，不受欢迎，换一家再试试，同样关卡重重。我以前用别的护照来过。对，那张照片是我，然后他就对、啊，而且是那个录影带截取。戴子郎被柜台人员要求拍照背护照号码，这是第一关，肉眼确认。接着要求他在镜头前拍下照片，同时上传云端，电脑立刻辨识身份。他现在看，好像又看黑名单。虽然成功进入赌场，坐下没多久，赌场员工接到消息，瞄了戴子郎好几眼，不断比对确认身份。走近一看，小电脑真的出现他的照片，果然又被赶下牌桌。被赌场拒于门外，戴子郎怀疑自己早被赌场锁定。原来像他这种优势玩家，如果赢得不寻常，赌场内就有监视小组在楼上用镜头监控一举一动，若被查出违规潜力，就会通知保安驱赶。楼上看 monitor 的人，他看的时候，他分析你的打法是不是平均可以赢他们赌场，有威胁到他们赌场的。土耳其赌场好几家，但同样的就是荷官颜值都很高，不是穿着黑丝袜的辣妹，就是又高又挺拔的帅哥。只是赌神戴子郎名声太大，早就被土耳其赌场注意，让他想上桌赌钱可是困难重重。三立新闻孟华、张俊阳，土耳其采访报道。